第二个问题，这个老法师曾说，佛法注释关键在于护法而非弘法，请问此语应作何理解？啊，这个话我说过很多次。啊，佛法住在世间，最重要的是后知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啊，入般涅盘的时候，把护持佛法这桩事情呢，交给国王大臣。不是交给一般人啊。那么我们从历史上看，历代可以说到民国，才淡化啊。满清以前历代的帝王，都是国王护法了。啊，国王是皇上啊，是佛门的总护法了。啊，所以佛法在中国这么样的兴旺，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皇上啊，皈依佛法，啊，他也拜老师啊，啊，那么他的那个老师就称为国师。啊，所以是皇上提倡的上行下效嘛，啊，这个佛法的推展，就是佛陀教育的推展，超过了儒家，啊，主持儒家的教学是礼部尚书啊，等于像现在我们的教育部部长，啊，部长推动儒家教育，可是皇上推动佛陀教育。啊，一般人民还是尊敬皇上，啊，对礼部尚书看得比较淡一点，啊，所以佛的寺，啊，佛的道场，比儒就多得太多，啊，那么有护法，才有弘法，啊，你比如说建学校，啊，建立这个道场。这个道场的学校里面一定有校长，啊，有总务，有教务，有训导，啊，那么这个名词在佛门里面，啊，校长就是住持方丈，啊，教务呢叫首座，啊，总务呢我们通常讲当家师建院，他管总务啊，管训导呢，为诺。啊，所以实际上的是，职务跟学校是完全相同。所以你从这里看，你就晓得寺院丛林它是学校。啊，那么寺院的建筑，啊，里面供奉的是佛菩萨形象，那是一种艺术。啊，这就是，在早年的时候，佛教是。把教学跟艺术结合在一起，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学校跟博物馆结合在一起一样，啊，是用这种方法来教学，啊，让你，啊，从这个一切设施啊，这个雕塑啊，这个音乐美术啊，这些艺术啊，给你启示，啊，它是这个意思，绝对不是神。不可以把它当神明看待，啊，那你就错了，啊，你像我们这个后面供奉这个三尊佛像，啊，那么这个三尊佛像是，当中是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两旁边的，一边是阿弥陀佛，一边是毗卢遮那佛，啊，我们这讲华严经。啊，那么一般有道场供养的是，啊，这个一边是阿弥陀佛，一边是药师如来，啊，好像是药师佛了，管治病的，
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呢是借缘往生的，是啊，这个呢他讲的这种意思。那我们的道场呢是讲华严经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共工就不一样了啊。那么它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，你就想到他的名号的意思啊。释迦是什么人？仁慈啊，牟尼是清净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，叫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没有慈悲心呐、啊，自私自利啊，所以教我们要慈悲，要仁慈啊。那这个心呢、啊，两无严重啊，所以佛名号里头有清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对自己要清净，对别人要仁慈，释迦牟尼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念这句佛号，你就要晓得我对人呢要仁慈，对自己要清净啊。这个是他教育的总纲领啊。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表示阿是无的意思，弥陀是量，佛是智慧，是觉悟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觉悟，觉而不迷，是表这个意思啊。那华严经里面的毗卢遮那啊，毗卢遮那佛他代表整个宇宙啊。毗卢遮那的他是梵语，他的意思是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啊，时是时间，处是空间啊，就是遍时遍处啊，无所不在。你把这三个合起来啊，什么东西无所不在呢？智慧无所不在啊，仁慈无所不在，清净无所不在，这就圆满了。他表这个意思，你要懂得，你一看你就明白了，不要说了。所以用这个提醒自己啊，它是这个供奉佛像真正的意义是在此地啊。那么供佛供具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一杯水啊，尤其像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，住在这个高楼里面，空间都不大啊，所以这个香就烧香就少了。为什么呢？染污空气啊，香烧太多的时候空气污染不好啊，而且这个烟会熏得很黑啊。所以通常呢我们就把烧香省掉了，顶多一天烧一支香啊，就够了，表示一点意思啊。水要够啊，水代表什么？水代表心，看到这杯水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干净啊，没有污染，清净心要像水一样的平等啊。所以水代表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表这个意思啊。绝对不是哦，供养佛给他喝的，他不需要啊，是让我们看到这杯水，想到常常要保持清净平等心啊。你是这个意思都好，全都是教育啊，教学 啊我们不能把它搞错了啊。要供花啊，花代表阴啊，你看植物先开花后结果啊，花好得阴好，果一定好，这就是你要得好的果报啊，你要种好因的啊，你要多做好事啊。他让你看到就会想到这个啊，因不好果就不好啊，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。所以供花供果啊，就是一个代表因，一个代表果啊。供灯，那从前供点蜡烛啊，现在点蜡烛也是这样啊。蜡烛是燃烧自己
照耀别人啊，这就是义工啊，啊，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啊，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啊。那么灯烛都是象征着光明，光明是智慧啊，所以这些道理啊不能不懂，所以里面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。但是现在人不懂得这个意思，通通附会于迷信，所以佛教变成宗教啊，它本来是教育啊，儒释道通通都是教育，很不幸的现在变成宗教啊，迷了就是宗教，觉悟了就是教育啊，要懂得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护法了，你要是不懂佛法的时候，你就做不到护法啊，一定要懂啊。懂是怎么懂呢？一定要多读经，要多学习啊。那么有听经这个缘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听啊，听多了你就觉悟了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听了几年经之后，你自己再去读经研究就不困难啊。这个听经啊，是带到大家啊，让大家熟悉之后啊，你自己就可以学习了啊，可以研究了，经典非常丰富啊啊。所以像我们这个道场，如果没有护持的啊，我们虽然想讲经啊，这个教学没有场所啊，你就晓得这个护持功德多大啊。一个学校办得很好，政府奖励也得是奖励校长，不会去奖励教员啊。那办得不好的时候，惩罚一定惩罚校长，也不与教员不无关。弘法是教员呢，啊，讲经教学是教员呢，啊，就是主持道场，主持里面的这个教务啊，训导这些工作人员，他们非常重要，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弘护的关系要清楚，啊，那么就是弘护法的人的时候，一定是懂得。啊，不懂就没法子护持。